你们在那边睡觉，小猫呢？你们从哪里拍过来车的？这睡得怎么这样呢？朦胧美，现在冰姐虽然顶着他这个万宁头，非常的不爽。朋友们要是知道，那都得打死我，都不会投币的。我来怒了。然后微信扫就行了。他好像弄过，我没弄吧？嗯，就打上姓名跟那个电话吧。嗯，你们从那边一路开车过来旅游是不？啊？你们从一路开车从那边开车过来？对，海南旅游。这个？嗯，你女朋友搞的活搞没有？嗯，你老婆搞过没有？他弄过，我应该没弄过。他弄的，他属于扫一下，可以这样可以啊。就可以了，可以拿手机试一下吧。啊，好吧，嗯，那你手机借我一下，冰冰，你的手机。你们住师在车上自搞啊？对。啊，他应该没搞，应该是没有哎，人家报上面是有，反正看着两天气候好像又没有。嗯，有。跟他那个搞。一个人开车累的时候，那开过来累的时候，两个人能开就行了。那他不会开，就我都是我自己开就停，开就停。对，好了，我是不是再扫一下？啊，确定可以了是吧？啊，谢谢哦。没事没事，啊，应该配合您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我们都按每天都给我搞任务，搞这些任务。嗯，我懂。谢谢哦。嗯嗯。年，你作为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要这么讨厌啊？而且还开着门呢。年，你看，连德德都觉得。有些羞耻，是不是呆呆？他管你。看看冰姐啊，冰姐今天研究一天了，她的外形，你看啊，就是主要是多练剪练抖。她剪完这个头发，怎么说呢？非常的炫酷，别弄我！现在都不想让录像了，不敢入镜了，剪完头。哎呀，你都不理他俩了，姐姐。嗯，我毛都没他俩长。我们刚刚充满电，因为接下来的几天万宁都是有下雨的。新哥，这第几趟了？第三趟一共6袋的水，哎呀，这叫起高调。这种苦活累活都是新哥一个人无怨无悔、无欲无求干的。我有悔，我有求，我要吃肉。瞬间就觉得新哥特别伟岸，然后形象都变得高大了。尤其是那个大肚子，收。最后一趟了吧？够了，再来一趟。嗯，我进去看一眼，看70%多少？你觉得差不多了？肯定是七十五。果然是70%。嗯，看他们干嘛呢？哟，这睡得怎么这样呢？嗯，呀，不要睡觉了，行吗？我给你学一下你俩晚上是怎么样的啊。烦人不？你俩晚上就这样。现在都已经下午了，我们还没吃饭呢。等会儿我们开回驻车地，然后去收几个快递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吃猪脚饭。给大家看一下忧伤的冰姐，非常的忧愁。看这小头发，从来没剃这么短过，像个小子。后边有个呆毛。啊？走吧，
人生啊，总有那些不如意，要看得开，要想得通，要向前看，知道吗？你说这番话，我就想把你头发给剃光。我的头发也剃了呀，我还便宜呢。别录了，我们又犒劳一下自己啊。非常犒劳，因为今天充电打水，新哥很辛苦，所以新哥点了一个这个猪脚拼叉烧，30元。我的是烤鸭拼肉卷，我点的是大份，25元。这个小哥在帮我们做饭，这是我的烧鸭肉卷饭已经到了，还有他的汤，新哥的也好了，看他的猪脚饭、猪脚叉烧饭，他的都是肉。两个大肉，开灶，我们开灶，开灶。要去市场买什么？买丝袜。买双丝袜。新哥要去市场买丝袜。我要安报警器上，安报警器太灵敏。我问一下大家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是小青柠、小青苹果、小青橘。但是它头是这样的。这是小青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大家有吃过吗？我是没吃过，第一次买。这个是海南枣，这是大枣，海南的大枣。枣太奇怪了，我没吃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万宁这几天都下雨，十日天气。今天阴天，明天90%降雨量，然后是70%、100%、60%、50%、40%，一直下到下个周五，整整一周。所以我们这周的话，整顿一下，房车加满水了，已经。然后还充满电了，满满的安全感。然后我们买了很多水果，还有一些菜。嗯，冰箱里有肉。那冰姐呢？去她的快递了。冰姐现在不太敢见人，但是呢，在取快递上呢，还是当仁不让的。有一种朦胧美，现在冰姐虽然顶着她这个万宁头。非常的不爽，但是收到了他心仪已久的快递，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吧。嗯，你为什么瞪个大眼睛？开心吗？这是什么呢？啊、这个不开心。这是渣渣猫。这个是渣渣猫。这个我开心，他们不开心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。弹引机工具，那不有个剪子吗？指压板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全黑色。是什么？朋友们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朋友们要是知道了，都得打死我，都不会投币的。这个是我每天锻炼身体用的。哦，啊，嗯，大。这是啥？这是小淘气，那个比较听话。我就丢垃圾，丢垃圾。我们没有房子在这，你们在那边睡觉啊？嗯，对。好，小猫呢？小猫藏起来了，它怕别，它只认识我们两个人，所以它听到别人的声音，它会害怕，它就躲起来了。这个是他们的，都是你们的。嗯，你们养的？对呀、啊。是我们的朋友，小猫咪是我们两个的朋友。这个能藏不？嗯，这里面能藏不？能藏起来吗？你们从哪里？那个是开车的，前面是我们要就是出去加油啊、加水什么，是开车用的。这个，你说你们从哪里进开过来？开车的，从前面，从那个洞口呢？对，这个那个车门是可以打开，然后我们上去开车的。对，是前面的门是可以打开上去开车的，但是我们锁了。回答。嗯，这个是网。我要去。